各位教友，今日是常年期第三十主日，经文是在主日感恩祭第三十四页，第三十四页。请起立。晋唐咏由歌咏团带领大家咏唱颂恩第三二四首、第三百二十四首，欢欣常乐于上主。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同埋圣神的恩赐与你哋各位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欢欣常乐于上主，藉住信仰，我哋能够纵使间困难当中，我哋仍然可以睇到希望。喺今日第二篇读经当中，使徒中途佢同我哋分享，佢话通过福音嘅宣讲，当时嘅得撒洛人教会团体嘅建立同埋成长咧，可以肯定系天主嘅能力同埋工程临在喺团体当中。今日喺梵蒂冈咧召开呢个第一期呢、这个共议同行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咧结束。喺过去呢个月里边嚟讲，教宗佢话好感受到圣神嘅带领。同样，我哋座堂今年嘅牧民主题系促进相遇共议同行。我哋座堂深深感受到圣神不断咁带领我哋同埋祝福我哋。而系让我哋呼求同一个圣神临在喺我哋当中，驱除我哋人内心嗰种恐惧同埋不安，赐俾我哋有自由嘅身心喺生活当中去分辨天主嘅旨意，并且能够身体力行。为我哋人性嘅软弱喺教会之内，我哋诚心忏悔。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众神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哋，赦免我哋嘅罪过，并使我哋得到永生。阿们。住在天受光荣。
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增强我们的信德、望德和爱德，使我们能够爱慕你的诫命，并获得你所应许的救恩。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现在是开始圣道礼仪，今天是选用甲年读经，经文是在主日感恩祭第三十五页，第三十五页。攻读出谷记。上主这样说：对外侨，你们不要苛待和压迫，因为你们也曾侨居埃及。对任何孤儿寡妇，不可苛待。若是苛待了一个，他若向我呼求，我必俯听，必要发怒，用刀杀死你们。这样你们的妻子也要成为寡妇，你们的儿子也要成为孤儿。如果你借钱给我的一个百姓，即你中间的一个穷人，你对他不可像放债的人向他索取利息。如果是你拿了人的外厂作抵押，日落以前应归还他，因为这是他唯一的铺盖，是他盖身的外厂。如果没有这外厂，他怎能睡觉呢？他如果向我呼号，我必俯听，因为我是仁慈的。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答唱咏，请大家一起回答。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你是我的磐石，我的保障，我的避难所。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你是我的天主，我一心依靠的磐石，你是我的护盾，我救恩的力量，我的堡垒。我一呼求应受颂扬的上主，他就把我从仇敌的手中救出。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万岁，我的磐石应受赞颂，救我的天主应受尊崇。你使你的君王大获胜利，对你的受苦者你广施仁爱慈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攻读圣保禄中徒致德撒诺尼人前书。弟兄姊妹们，正如你们知道，我们为了你们在你们中间是怎样为人，你们虽然在许多苦难中，却怀着圣神的喜乐接受了圣道，成为效法我们及效法主的人，甚至成为马其顿和阿哈雅众信者的模范。
因为主的圣道由你们那里，不仅声闻于马其顿和阿哈亚，而且你们对天主的信仰也传遍了各地，以致不需要我们再说什么，因为有他们传述我们的事，说我们怎样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怎样离开偶像归依了天主，为侍奉永生的真天主，并期待他从死者中复活的圣子自天降下，就是他的圣子耶稣，拯救我们脱免将要来临的震怒。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福音前欢呼，主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法利塞人听说耶稣使撒杜塞人闭口无言，就聚集在一起。他们中有一个法学士去试探耶稣，问耶稣说：师父，法律中哪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天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与此相似，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是于这两条诫命。上主的话，各位请坐。刚才我们听第一篇读经是旧约的出谷记第22章。在出谷记时代
佢哋冇好似我哋今日嘅大使館，有責任保護生活喺外國嘅本國僑民。嗰啲因為戰爭、自然災害或者工作原因等等，必須要離開本鄉本土到外國生活嘅人，時都受到其他人對佢哋濫用職權、不公義嘅對待。喺當時咧，呢啲都係以色列法律所嚴厲禁止嘅，禁止對外邦人做不公義嘅事，特別係對嗰啲冇能力自我保護嘅人。而今日嘅讀經一就註明咗禁止咁樣做嘅原因，譬如話：你哋應該有愛外方人，因為你哋喺埃及嘅時間亦都曾經做過外方人。而事實上，嗰啲缺乏自我保護嘅人，特別係孤兒同埋寡婦，佢哋最容易受到暴力攻擊嘅對象。喺呢種情況底下，佢哋只可以求助於天主嘅保護。為當時嘅人嘅理解，虐待冇能力保護自己嘅人，意味住其實佢等於係激怒咗天主，而天主係會按照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嘅原則嚟去報復佢哋。因此，天主可以話係窮人同埋受壓迫者嘅天主，欺壓窮人嘅就係凌辱佢嘅造物主，而憐恤病苦者就係尊敬佢哋嘅造物主。最近呢，我哋為咗慶祝座堂建堂嘅135周年紀念，我哋有全方位嘅慶祝活動，其中一項已經喺本月初舉行。當日咧，我哋有150多位，特別我哋邀請咗其中有30多位，我哋去咗呢個濕地公園同埋屯門聖堂。呢30多位係我哋平時已經建立咗有愛關懷嘅基層家庭嘅成員。而在上個星期六晚，我們再次邀請他們和更多的基層家庭成員和小朋友來到我們座堂附近，我們燒烤，大家一起圍爐燒嘢食，有傾有講，有雪糕食，小朋友呢自唱這個唱遊，此情此景大家感覺到非常之溫暖，有如家人的聚會，其中呢沒有人是陌生人。今天我们聆听的福音是马太福音第22章。在耶稣时代的犹太经师，因为他学习这个旧约的法律，他们明白到共有613条法律是要遵守，而其中有365条是消极的禁令，而有248条是积极的。耶穌認為這一系列的倫理規範為人來說是很沉重的擔子，這些法律使人感到壓迫和疲乏，壓抑住人生命的氣息和喜樂。我們知道在以色列的傳統，每一個以色列子民在早上和晚上都會重念來自這個生命記第6章，而耶穌也同樣每日重念這些經文，內容就是說你應當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耶穌的話，這條是最大的戒命，也是第一條戒命。對天主的愛必須含有3方面，就是心、靈和意。首先是心，要全心。全心愛天主是要用全部的心，不能夠有所保留。今日某些信徒，一方面他们努力满全实行宗教的敬礼，不过另一方面就崇拜他们自己的银行存折、社会地位、荣誉和名衔。这些人就好像耶稣所说，不是全心爱天主，而是有所保留的。灵呢，全灵去爱天主应要用全部的生命，这个要求信徒随时准备为天主而牺牲，奉献自己的所有一切，甚至在面对迫害的时候也都勇敢地去面对。全意是爱天主要用全部的意志，这个都是爱天主所提出合理的要求。遵守诫命是寻求上主和祂的旨意，所以要付出的全部努力和意志的集中体验。在耶稣列出了最大的诫命之后，他也指出另一条，
可以話呢一條咧，同第一條係相似，應該愛你嘅近人如你自己。從呢一度開始帶出咗個全新同埋更加有意義嘅界命。相似呢個字咧，就係同之前嗰個係一樣嘅。原來對近人嘅愛同埋對天主嘅愛係同等，係同等重要，有同等嘅價值。只有耶穌將呢兩條界命聯合喺一齊，放喺同樣嘅高度同埋深度，給予同樣嘅意義同埋價值。而事實上，新約嘅作者都將呢兩條界命合併埋一齊。馬豆用同樣嘅敘述，但係佢加上一句就話：第二條同第一條咧係相似，意思就話指第一條係同第一條同等重要。而約望記載耶穌所講嘅話咧，將佢描述成為一條界命。耶穌話：你哋要我俾一條新嘅界命你哋，你哋要彼此相愛，如同我耶穌愛咗你哋一樣。因此，對近人嘅愛其實就係對天主嘅愛。對近人嘅愛就反映住愛天主嘅程度，因為人係天主嘅肖像。在上個星期日下午呢，我們座堂舉行兒童彌撒。在事前其實很多事要準備的，不過當日我和導師呢都爭取有半小時的時間，大家靜了下來反省一下，為什麼我們會擔任主學的導師呢？我們是否明白和領悟到這個是天主的召叫和是一個神聖的使命呢？或者話，當我哋遇到困難同埋困擾嘅時候，我哋點樣去面對同埋克服呢？喺分享過程當中，其中最多人感受到喺往往見到小朋友嗰種純真，佢哋學習嘅精神，佢哋信仰嘅成長，特別見到佢哋祈禱嘅虔敬，往往使到導師好觸動，同埋俾佢哋一份嘅力量同埋信心，使能夠緊守崗位。教学相长，在培育儿童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天主圣神的带领和帮助，能够内心重现心火和爱的力量。今天的圣经给我们两个的喜讯，第一，为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理解到虐待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其实意味着都是激怒了天主，因为天主是穷人和受压迫者的天主，欺压穷人就是欺凌他的造物主，怜恤病苦者就是尊敬他的造物主。第二个喜讯就是对近人的爱和对天主的爱是同等重要的，有同等的价值，是只有耶稣将这两条诫命联合在一起，放在同样的高度和深度，給予同樣的意義和價值。因此對近人的愛其實就是對天主的愛，對近人的愛也都反映出愛天主的程度，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天主的肖像。回應今天的聖經，讓我們在同人相處交往的時候，雖然有時意見不同、看法不同，不過大家都要彼此尊重，因為給不同意見的人比意見的內容呢是更加重要的。願天主永受讚美。请起啦！依家我带领大家一起宣发我哋共同嘅信德。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
無論有形無形都是他所創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他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与聖父同性同體，萬物是藉著他而造成的。他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救，從天降下。他因聖神由童貞瑪利亞取得肉軀而成為人。他在官爵比拉多執政時，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受難而被埋葬。他正如聖經所載，第三日復活了，他升了天，坐在聖父的右邊。他還要光明地降來，審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國萬世無疆。我信聖神，他是主及賦予生命者，由聖父聖子所共發。他和聖父聖子同受欽崇，同享光明。他曾藉先知們發言。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中途傳下來的教會。我承認赦罪的聖洗只有一個。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及來世的生命。阿們。各位弟兄姊妹，讓我們為未曾有信仰的人，為世界的和平同埋教會的需要，我哋向慈悲的天父祈求。請為教會祈禱，求主護佑所有牧者和信友，賜他們恆常忠信，勉力到聖善生活，踐行真理。為此我哋同聲祈禱。請為以下和平祈禱，求天父賜下仁愛慈惠，感召世人致力消除仇恨，謀求以下之間的和平，保護生命。為此我們同聲祈禱。請為堂區的兄弟姊妹祈禱，求聖神傾注信、望、愛三德，幫助我哋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天主，並愛人如己。為此，我哋同聲祈禱。請為尚未認識主的人祈禱，求主啟導眾人認識福音的喜訊，並能敞開心扉回應主的呼召。為此我們同聲祈禱。現在就讓我們靜默片刻，為各自的需要向主默禱。求主按照祂的旨意
抚允我们的祈求，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慈爱天父，刚才姊妹所讲出的种种意向，是我们这个信仰团体共同的祝福和盼望，就求你以你自己的仁慈，并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各位请坐，请各位教友于奉献后以适当方式清洁双手。现在有一则座堂特别报告，本座堂将于今日在国台公开弥撒举行第二次募捐，所得款项将拨助资助中座传讯事业之用，全部善款将直接寄交中座，以示本港教会对普世教会传教事业之支持。支票请以天主教香港教区为抬头。现在是开始圣祭礼仪，奉献咏颂恩第209首、第209首，奉献身心。各位弟兄姊妹，请大家诚心祈祷，祈望仁慈的上主受纳我们共同奉献这个感恩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仁慈的上主，求你垂顾我们向你奉献的礼品，使你所履行的职务能够越显你的光荣，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
愿主于与你们同在。情具心向上，请总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藉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愿一切归于基督，使我们返向他的愿命。基督尊为天主，却谦抑自行，以十字架上所流的圣血协调万有，因而被尊于一切之上，成为信徒永生的根由。为此，我们随同天使、众灵天使以及天上神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求你派遣圣神祝圣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赞颂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赞颂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为纪念我而举行这事。信德的我者，
上主，因此我们怀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之后，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周守仁书记，以及全体圣职人员，使他们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正配圣若瑟、诸圣中徒，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藉住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愿一切诵经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神的团结当中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让你怀着感恩的心，让我们用主耶稣基督他教我们的祷文一起赞美和歌颂天主。上主，我们期待住永生的幸福，我们更加盼望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求你从一切灾祸当中拯救我们，并恩赐我们今世平安，使能够依赖你的慈悲，能够永久脱免罪恶，并且在一切困扰当中依然获得安全。耶稣基督，你曾经对你的宗徒这样说，你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赐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人性的软弱和罪过，而看你整个教会不断对你的信德，并按照你自己的意思使教会能够安定和团结。你是天主永生荣王。阿们。愿主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各位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Thank you.
请大家睇，呢一个系天主嘅羔羊，呢一个系除免世罪者，被邀请来赴圣宴嘅人系有福嘅。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灵主咏，颂恩第四百五首，第四百八十五首。我给你们一条新诫命。
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恳切地求你，使圣体圣事所蕴藏的奥迹能够在我们身上发挥力量，并且能够获得所领圣事的实效。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各位请坐。现在是举行祝福儿童，请各位小朋友安静列队到祭台前，接受神父浮手祝福。以下有七则座堂报告，请大家留意。第一则，11月3日星期五下午6时有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弥撒，之后有圣体降福。第二则，明爱万物会港岛区将会在11月5日早上10时至晚上6时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主教座堂届时会设置万物和游戏摊位，鼓励教友和慕道者带同亲友一同参与。第三则，座堂培育组和高主教书院将会在11月11日合办名为《从文物看天主教信仰与道家思想》的活动，内容包括参观高主教书院、中外文物馆和信仰分享会。诚邀到文物捐献者李宗雄先生和杨世德校长作分享嘉宾，欢迎有兴趣的人士报名参加，详情请参阅相关海报。第四则，本座堂的青少年坚振班会在11月开班，现已接受报名，详情请参阅壁报版。第五则，今年座堂筹办的捐血活动将会在11月26日星期日在明爱大厦5楼公众会堂举行，请大家预留日期，在健康情况许可下踊跃参与捐血，彰显爱德。报名表格已经放在经书架，亦都可以在网上报名。第六则，马槽是美妙的景象，有它特别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为了鼓励大家在圣诞前准备耶稣诞生的马槽，将马槽美妙的景象呈现在家中，今年圣经牧民组举行两个马槽活动。第一是马槽设计和制作，欢迎任何人参加。第二是马槽填色，欢迎7岁或以下的小朋友参加。活动详情请参阅海报、座堂网页和念书。最后一则，11月4日星期六下午3时假主教座堂举行为周守仁主教李任枢机的求恩弥撒。由于当日早上主教座堂将会举行婚礼，故此圣堂将于下午1:30先至开放，让信友进堂就座。弥撒同时会在公教频道 Facebook 和 YouTube 直播，恳请各位信友为周枢机祈祷。座堂报告完毕，主佑各位。请起立。在过去这个10月，我们敬礼圣母玫瑰圣母，除了晚上每晚黑9点，我们有个网上共同祈祷之外，我们轮述小团体每个星期去不同的地方。过去这个星期是在这个甘德道睡了小团体，今天他们会将这个 Guadalupe 的圣母画像移师给坚岛信仰小团体。
今日嘅圣经咧讲到爱人嘅重要性咧，特别有需要嘅人。我哋明爱咧系教区嘅官方嘅一个服务机构，每年嘅经费咧，佢哋需要十几亿嘅。咁而80%咧系政府资助，但其他20%咧系需要明爱自己筹款。所以每一年嘅明爱晚会一个非常之一个收入，一个好重要嘅时刻。咁呢啲钱咧，全部为社会里边嘅基层人士啊。咁我哋座堂咧，依家都協助咧，就推介呢個明愛獎券喺前後嘅。咁希望大家積極啊！呢個獎券嘅背後咧，就幫助係有需要嘅人。咁希望大家唔好買一張一張太少啦，一本本買好唔好啊？咁我哋有好多本準備俾你哋買，希望大家買多幾本嚟幫助嗰啲窮人，回應今日嘅福音嘅要求。所以願主與你哋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就願全能嘅天主、聖父、聖子、聖神光福你哋。阿們。請大家平安回去，在你哋嘅日常生活之中，實踐愛主愛人、尼撒禮成。感謝天主。禮成詠頌音第31首，第31首《去瑪利亞》。Thank you.